这次呢，我们异想天开节目拍摄的是小小非遗传承人系列节目。那我是陈怡姐姐，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来到北京龙顺城金座非遗博物馆，带着同学们呢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木艺文化。同时呢，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小凳子、小筷子，还有小勺子，怎么样？开心吗？开心。大家准备好了吗？开启我们今天的非遗之旅。我们中国的家具分为三大流派：广作、苏作、京作。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顺序呢？因为京作是最晚的。那建都的时期呢，北京没有比较好的制作家具的师傅，就把我们广州、苏州的这些师傅，请到了北京，然后根据皇家的需求，做了一些形成了我们北京风格这样的一个特点的家具。故宫里边常用的木材，家具类的啊，我们只限于家具。常用的木材，紫檀，绝大多数家具都是用的紫檀，紫檀可以入药。这些就是我们木工所用的工具，啊。 奔凿斧锯，这些里边，我们做家具唯一不用的就是奔，奔是什么？做建筑的时候，去伐大木料的时候，去开槽，啊，它用的。剩下的，我们的凿啊、斧啊、锯啊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做家具的时候常用的一些工具。所有的榫卯是经过我们历史沉淀的。 我们现在所用的所有的榫卯结构，你们可以看到啊，各种各样的榫卯结构都是非常实用并且牢靠的。最早的时候，这个榫卯做出来，我这样使劲往下掰，是掰不下来的，没有胶。这里面是什么？我们的里边的小设计和我们的榫卯应力，在里面进行的咬合。 造成了我们家具在不用胶的情况下，也非常的牢靠。然后这样的一个榫卯结构，就把两根木头咬合在一起了，神奇不神奇？然后它这个，它不是这样子怼进去的，它是这样子斜着插进去的，它这边也有一个斜度，在里面有一个梯形的那样一个斜度咬合在里边，然后它这样的有一个斜槽。 把它插进去以后，它就有一个力，它这个力在里面，我们斜紧了，它就会有一个膨胀，让里边的咬合呢也非常的紧。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智慧。中国木雕作为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形式，拥有悠久的历史，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古代人就开始利用木材进行雕刻了，并且将木材发挥在建筑、家具和工艺品等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经时间的洗礼，木雕艺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而且在不同朝代达到了巅峰。 特别是在宋、元、明清等朝代，木雕艺术已经成为一门精湛的工艺技艺。艺术家们通过雕刻技法和创新设计，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里边精美的展品，让孩子们看得目不暇接。 木质家具上精美的雕刻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你快看，我这一块发现了麒麟。那你知道有关于麒麟的哪些信息吗？这我当然知道了，麒麟呢当然是四灵之首，而且呢它还是百兽之仙呢。原来麒麟这么厉害呀！当然了。哇，你看这儿，这有好多花纹哎。对哦，我觉得这个花纹很好看哎，感觉这个像小爱心。对，你看。 那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字吗？这个是寿字，这个寿字还有两旁，这是祥云的图案。祥云。
它代表什么呀？我猜测祥云是代表平安吉祥，还有和平与幸福的意思。那么这个桌子，我猜测它就是希望呢，主人家希望自己和他的家人能够长命百岁，身体健康，可以步步高升的意思。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哦，那把椅子上面有个牡丹花。牡丹花，你知道牡丹花的寓意是什么吗？知道，牡丹花素有花中之首之称，有着贵气富贵的含义。我觉得呢，它在这把椅子上给这把椅子添加了很多的贵气，让这把椅子看起来更加大方。哦，原来是这样，现在我才明白，原来牡丹花在椅子上是富有吉祥贵气之意的。哇，这个桌子好帅呀。对呀，你看这里有个像火似的东西，然后它上面也冒着火，然后这有一个龙头是向下着看，然后这一个是向上着看，可能是要玩或者要抢这火珠。哎，这个应该是一颗宝珠之类的，这还有两条龙，这个应该是双龙戏珠吧。对哟，你看啊，这里有一个像云的东西，就像颗宝珠，然后有一个龙头向下着看，一个龙头向上的看，看起来他们要抢或者要玩这颗火珠。那应该就是双龙戏珠了，这个火球应该还能寓意着天下太平。你快看这一块，我发现了一个牡丹。哎，是的，这个椅子好大呀。对呀，这个椅子很宽很大。哎，是的，这个。这些精美的家具不仅具有实用性，也能彰显出主人家的文化品味。这是如意的图案。是吗？这个如意有什么寓意吗？这个我知道，如意啊，就是万事顺利呢，吉祥如意的这些意思。工匠们还把美好的祝福都刻进了这些漂亮吉祥的花纹当中，而木工技艺也在经年累月的不断淬炼中逐渐进展。我们在找双龙戏珠的纹理呢。那你们找到了吗？找到了。哪儿呢？在这里。哦，真的是双龙戏珠。那你们找到了吗？我们找到了带有喜字纹的桌子。我也找到了很多，你看，这个是荷花图案，所以我觉得它寓意应该是花开富贵。再看这个椅子上面的脚踏板前低后高，这个官员以前一定非常清廉。放弃了，可以放。我看那个二楼椅子介绍，好像都是猪尾巴。猪尾巴。对。下一节中，非遗传承人将为大家带来精彩内容。是摆设的，这就叫中堂，从低到高，它的寓意是什么呀？步步高升。那老师，为什么这个桌子叫八仙桌呢？一个凳子上是坐两个人，在四面正好八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非遗小课堂。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准备好你们最隆重的掌声啊，因为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了不得的传承人啊，是我们的刘根生老师，是我们龙顺城金座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也是2021年大国工匠的年度人物刘根生老师，掌声欢迎。那您今天带来的这些给大家来讲讲吧。好，小朋友们现在看到呢，我摆的这是一个这个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中堂一个规制摆设的，就是你们的家的客厅啊。现在咱们都是沙发呀，是吧？对，我们古代的家具都是按照这种规制去摆设的，这就叫中堂。中堂呢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啊，传统文化有三堂文化，中堂、学堂还有祠堂。对，然后这个瓶子为什么叫摆瓶子呢？我觉得这个瓶子的意思是平安。对，这个条案上呢要摆上瓶子，它的这个就用它这个谐音叫平安的意思，就是我们过去啊这个家里边摆的这些个瓶瓶罐罐都有讲究。你比如说这把椅子吧，我们看这把椅子，这就是明式家具里边的四出头官帽椅，这个后边这个搭脑呢，它像一个古代官员的帽子，在设计的时候呢，它选用一个官帽的形状，
下边呢这个秤呢，我们看啊，一个比一个高，哎，从低到高，它的寓意是什么呀？猜一下，步步高升，步步登高，出人头地。所以说，我们古人在设计这个椅家具的时候呢，一个是它的使用功能完全体现出来，第二呢，还有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在里边，有一个美好的寓意。那老师，为什么这个桌子叫八仙桌呢？哎，这个小朋友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好，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桌子呢，在古代的时候啊，它，摆到中间以后呢，它四面啊，都能坐人。过去我们坐的是什么呀？坐的是长条凳子，一面一个凳子上是坐两个人，这四面正好八个人。刘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家具在摆放的时候，我发现都是平均对称的，这样摆放有什么寓意吗？哎，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讲究是左右对称，成双成对，哎，这就是我们这个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文化。好，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刘老师，谢谢刘老师。那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非遗知识，包括这个木质家具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传统的技艺。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亲身的走进这些家具啊，来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魅力，同时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些木质的技艺，好不好？好。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去体验吧。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的兴起和城市建设的需要，木匠技艺逐渐得到了发展和传承。在明清时期，木匠技艺达到了巅峰，当时宫廷建筑、庙宇、园林等大型工程需要大量的木工师傅来完成。这些师傅啊，不仅有着精湛的木工技术，还对建筑学、美学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研究。木匠非遗的发展历程注定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过程，它不仅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展示了中华人民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相信木匠技艺会以全新的面貌继续为世人所瞩目和传承。我知道鲁班锁是鲁班为了测试儿子聪不聪明。开始第一轮的比拼。为了我们组胜利啊，你要好好表现啊。人家那都已经安一半了，快点的。突破自我，突破自我。今天呢，我们来一个小小的比拼啊，大家看我手里这是什么？鲁班锁。哎，都认识了。那鲁班锁的来历谁知道？我知道鲁班锁是鲁班为了测试儿子聪不聪明，然后呢制作的一款玩具。哎，益智玩具是不是？对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用鲁班锁来测试一下你们各位的能力。那我们有这个两个要求哈，我们首先呢是分为两个组进行比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是要把这个鲁班锁成功的给它解开，哎，拆开，然后谁快谁就请举手，那我们胜出两名同学。然后第二轮比赛呢是请这两名同学把拆下来的鲁班锁再给他安回去，谁快谁就获胜。我们给大家准备上鲁班锁，我们开始第一轮的比拼，计时开始。谁快？差不多，感觉几乎是同时啊。差不多。陈伟明最快是不是？好，你现在来看看你对手是谁，好不好？你期待是谁？你觉得他们三个人你能赢过谁？我反正赢不过孙宇恩吧。那他不一定拆得快呀，是不是？来，我们第二组做准备，三二一，开始。什么？小白，你原来是隐藏高手，这是一个隐藏的高手。那边这个刚感觉刚拿到
一搓没，结束了。其实我发现一个秘诀，先把那个抽出来，然后乱整。对了，好了，现在呢，最高兴的是这位同学，为什么？因为他最害怕的最强对手并没有出现。啊，对对对。好了，现在呢，胜出的是我们党明秀，各位做一下准备，我们开始下一轮的挑战。三、二、一，开始。拆需要一秒，装起来需要多长时间？好，我们明秀同学已经完成。这好粗糙，就是好粗糙。发生了什么？原来真正的对手是他。原来真正的对手是他。怎么样，是不是人家很厉害？我们这组呢，其实他们刚才在这个第一轮比拼当中啊，几乎三个人是同时，对不对？所以你们组有没有还来挑战一下他们组的，挑战一下他们另外一位高手？哎，你看他不服，他不服，不服。哎，我就喜欢这样的同学，不服，来把这个给他。好了，现在呢，我们同学呢又发起了新一轮的挑战，是不是？为了我们组胜利啊，你要好好表现啊。紧张吗？紧张。压力给到你了吗？嗯，我觉得不是，压力给到了他。是的，这手在底下抠啊。现在大家调整一下心态，深呼吸。好的，来，话不多说，三二一，开始。你好绅士啊，人家那儿都已经安一半了，快点的。你确定你是来挑战的吗？他们都拼好了。好了，哎，我们这边结束了，没事，你完成，完成。对，咱们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你要是能把自己挑战成功，你或许这以后还有能获胜他的希望。对的呀，为什么你要来回移动他呢？其实可以了呀。是的，是的。突破了自我，突破了自我，所以掌声送给他。好的，那我相信同学们通过自己的这个体验呢，也有了自己的收获和体会。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挑战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在中国古代，一个人、一把锯、一支尺、一条线、一块木，就能自称为木匠，就可以凭借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手艺，打造出精美的木制品。家用摆件、雕梁画栋、亭台楼宇，皆出匠心。妙匠用妙锯，妙锯出绝品，往复不休，真正构建出了中国辉煌的木作世界，是中华五千年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你们眼前的盒子来看一看，我们的哎，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倒出来啊。好，看谁最快的完成。那么如果拼好了，同学们马上举手示意我，好吗？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三二一，开始。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前面呢我们可能有老师讲过这个榫卯结构，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中国的古建当中呢会经常的看到，它没有用一颗钉子啊，不用其他的这个螺丝部件呢就可以把它拼装在一起。好，这里呢还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大家可以使用啊。想一想平时我们的凳子是什么样的呢？好，每个人我发现呢步骤都不太一样，哎，有的同学呢先把腿安好，你看这样能坐吗？这能坐吗？感觉大家都很用功的样子，但是谁能第一个完成呢？看好方向很重要。
原来我以为这个安凳子啊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现在觉得并不是。嗯，躺哪是一样的呀。哎呀，大家都很卖力气，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不成功。为什么？因为你们缺乏一个观察，是不是？你看有按歪的啊，你看这，你看这个明显，来，咱们来拿一个这个错误的样本，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这儿怎么了？歪了，出了一个这么大的缝儿，是不是有错误？榫卯，榫卯是严丝合缝的给它咬合在一起的，明白吗？不是用钉子给它钉进去，是人家自身就可以拼接在一起的。都玩过拼插玩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好什么方向和它的孔眼啊。倒拍不出来了，你们。你看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不合适，你硬给它塞，就像你的脚穿上不合适的鞋，你本来就不合适，你还使劲往里塞，你说它别不别扭？是不是？那你把它弄出来好吗？用你的锤子把它敲出来。又是一阵热闹的敲敲打打，同学们经过了第一次的草率上手之后，第二次算是发现了一些门道。我这变成平行四边形了。榫卯结构的偏差实际上是非常有讲究的，方向、角度、深度，那是差一点儿都不行。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加上很多榫卯结构看上去长相都差不多，找到它们各自正确的位置就变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一次大家没有着急动手，而是先认真观察了这些零部件，决定好了拼插顺序之后才开始动手。好了，好，方向什么都是对的，是吧？但是还没有敲到位啊。好，这个也不错啊。好，好，来，四位同学分别谈谈你们坐凳子的感受。平面上板凳的板子就很难拼，很难对眼那个，很难对着那个口眼。我也是觉得是，最后把四个角拼好之后，最后那个这上面的好难拼上去。平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坐的凳子？以后是不是可以出去跟人家说，哎呀，我会安凳子了，是不是？嗯，好，那你呢？因为我们一开可能都是比较紧密，都把它安到最里面，然后结果安的时候发现最里面的时候可能有点那宽度就有点小，然后就会往外拉一点。然后第二就是拼错的时候真的挺麻烦的，要一个一个拆，然后再一次次组装，但是还是蛮有挑战性的。而且呢，今天陈怡姐姐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凳子呀，其实在木匠当中呢，这是一个很考验技术的活。也就是说今天这个题本来就很难，但是同学们完成的相当漂亮啊，这个必须给大家自己每个人一个掌声，来送给自己啊。榫卯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用的一种结构方式，具有独特的美学和力学特点。榫卯这种连接方式不仅保证了结构的稳固，木材的质朴之美也得以展现，还赋予了作品独特的审美价值。榫卯呢，也为中国现代设计的传承和发扬提供了新的途径。榫卯作为传统木结构的连接原点，其造型结构一直是设计师们情有独钟的追求。榫卯的精髓在于其凹凸几何图形按照一定的秩序相互穿插，这样一种简单的结构方式被赋予了时代的标签，也是中国文化元素的重要标签。下一节中老师会教大家制作木艺饰品，一起期待吧。对不对？一定要垂直，然后轻轻地搭在上面，稍稍有一点往下的力。拼好了。好，同学们好。老师好。好，这次呢，我们要学习的是鲁班锁的制作。那么大家都玩过鲁班锁没有？玩过。
啊，谁会拆解这个三根？好，你最近你来吧。啊，特别好，它在拆的过程中只要找到一个关键的那一根啊，那我们这个就可以把它解开了。其他的叫法有别门棍、男人木啊，就所有说的都是它好难啊。那么它就是典型的榫卯结构，对不对？那么这个榫卯结构呢是指什么呢？谁来解释一下？就是木头中间有一些小零件，把它们拼凑起来之后就可以很牢固，然后呢很难解开。哎，意思说对了。那么老师再给大家明确的说一下，那么榫卯结构呢是看到了吗？在各个构件上有凸起，有凹槽，那么凸起的部分叫榫，凹进去的部分叫卯，那么通过构件特殊的连接结构，让它的各个部件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不用钉子也不用胶水，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人民无可比拟的智慧啊。鲁班锁的这个拼插呢是非常的有益于咱们灵活手指，然后开发大脑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具。那么对于鲁班这个人大家都有多少了解呢？谁知道的举手。鲁班被世人称为古代建筑业的祖先，木匠行业的鼻祖，有无数的发明创造，包括木工工具、木器结构、房屋结构等等。好，鲁班呢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然后呢他不仅在木工方面有着很大成就，他在军事方面也创造出了很多军事上的武器，对，在军事方面也有一定成就。总的来说，鲁班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对中华文化都有着一定的贡献和付出。好，非常好，了解了鲁班锁，了解了鲁班啊，然后也知道了鲁班锁的它的结构啊，它的原理。那么我们现在要制作鲁班锁需要一些工具，首先是刚才在故事中说到的锯子啊，这个锯子呢咱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端平，端平，然后跟你要锯的物品呢要垂直相交，你不能这样歪也不能这样歪，如果这样歪了你锯出来的木头就是整个就是一歪的，对不对？
妈妈曾经告诉我，屋顶是建筑立面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像微微倾斜的屋面、稍稍翘起的一角，还有绚丽的琉璃瓦，使建筑物给我们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美感。在我国古代，我了解到的屋顶造型有着硬山、悬山、攒尖、五殿，还有重檐等多种形式。硬山顶和悬山顶的区别在于山墙和房檐是否是平齐的。悬山顶顾名思义就是指房檐凸出来一块，而硬山顶就是指山墙和房檐是平齐的。我喜欢古建筑是因为曾经妈妈带我到故宫玩过，当时我漫步于故宫中时，总会被那种不经意间的美妙所吸引。我认为那种巧夺天工和艺术神韵凝聚了古人的许多智慧，更有一种不朽的精神。好了，我们异想天开小小非遗传承人的系列节目呢暂时要告一段落了。我相信同学们都是收获满满，那陈怡姐姐不要说过多的，我想听听同学们的分享好不好？来，我学会了要做一件事先必须得要先仔细观察，这样才能完美的做这一件事。嗯，我知道了，一个人做某些东西呢可能做不准，但你只要团队合作，那基本上绝对能做成。找到了合作的乐趣和意义，是不是？好，你呢？有些东西看起来做着很简单，但自己上手来就非常的难，让我知道要多实践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哎，学习呢一定要在实践当中来进行，是不是？好，来，你呢？本次飞鱼之旅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动脑能力，而且还帮助了我要不断去探索，不断去实践。哎，好。这次非遗活动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兄弟核心、其利断金，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是成功的要点。嗯，真棒！来，我以后想给大家设计一个给大家玩的木头玩具。我觉得榫卯结构特别神奇，只要把每个卡槽卡在一起，就能使做出来的物品坚固不摧。嗯，好。在玩鲁班锁的时候，我发现了鲁班的聪明和智慧。哎。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是不是？了解古人的智慧了。来，我学会了做木头的饰品。嗯，下次我要给妈妈做一个这样的木头饰品。哎，我相信这是妈妈收到最开心的礼物，是不是？天涯，好，你呢？通过本次活动，我不仅会做木勺子，还懂得了团结的力量。我知道，只要我们每个小组都团结起来，一定会做出一件精美的礼品。哎，好的。做鲁班锁的时候要有足够的空间思维能力，所以我觉得在生活中想象力是必不可缺的。哎，这就是我们异想天开的主旨，让大家怎么样开动脑筋，是不是？打开思维的空间啊。来，我明白了，失败就是成功之母，我们要不断尝试才能取得很好的成果。好，我感受到了木艺的博大精深和历史悠久。好，我觉得呢通过同学们分享的这个体会和经验，我深深地被感动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小小非遗传承系列节目要做的事情，让大家呢能够真切地来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木艺文化的博大精深。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学到了，做到了，也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呢继续地传承下去，可以吗？可以。好，我们的非遗之旅还在继续，期待下一次的精彩。再见。